消暑巨献，天才杂手团登场喽！哇，我告诉你，还不是开玩笑，你拿了出来，我不能惨。刚推出就广受好评的新单元《音乐有问题》，最后的疼爱是说不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请问刚刚的演唱中提到哪两种电器用品？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请问你深爱他这件事，有几个人知道？在歌词里面。以上这些问题你都有答案了吗？音乐有问题，待会等你一起来解答。天才冲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